偶像真的有责任有那个义务去散发自己的正能量，让大家感受到偶像喜欢的我也要喜欢，就趁着这股力量一起去弘扬一件东西，去宣扬国风之美。很多人其实都喜欢戏曲，但是也不能那么苛刻的去要求一个热爱国风的人要立马去学会一样东西，把它改得更年轻化，或许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更加热爱。不是说我你拿到什么标签你真的就贴死了在那，不可能，努力就好了，努力往上走。妈呀，呱呱侠要出现了。得嘞，北京的圆儿一对这儿，好的，小仙女听好了，让人感动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加油加油加油，国风美少年，不惧标签，绝对不要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优待，就是一定要靠自己上去，我觉得优秀的人都是这样的。